陈总，你在这儿啊？我都找了你半天了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张总被抓了。张总，哪个张总啊？总裁呀。这些天不是一直没见到他吗？现在才知道是被抓了。据说要空降一个总裁过来。 我服从公司的一切安排。那就好，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公司的付出。对不起了，江湖再见。再见。小飞，今天的会议记录。 一定要上报给董事局。好的。那关于营销部的人事构架，老王。再见。那老王，那营销部的人事构架，老王就交给你了。空降的新总裁对公司进行了人事整改。 重新调整了公司的发展方向，毫不犹豫地换掉了公司管理层，连业绩最好的顾应真也没有幸免。她索性和丈夫移民国外去享受生活了。而我，作为顾总团队中的一员，本来有机会进军总经理职位，也还是选择了主动离开，正式进入事业瓶颈期。 喽，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美妆小窍门。我们明天再见，爱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礼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今天收了好多礼物。你这么棒棒吗？嗯，棒棒的。真厉害。棒棒哒。哎，听说直播已经火了一阵子了。 你什么时候开始玩的？我呀，我没玩多久，但是反正又没事干，赚点外快喽。现在倒是干什么都能赚钱哈，主要是时代好，百花齐放。那你打算怎么着啊？换个公司继续上班啊？现在啊，消息飞快，我今天接了一整天猎头公司的电话，结果。 开的条件都是相当不错的，那肯定的。你说你硬生生能给人一公司里弄出一新部门，啊，哪个公司不想要你？哎，可可姐，你能力这么强，为什么要给别人干啊？自己做呀。哼，他自己弄什么呀？我们老板就自己做，他原来也是某个公司的高管，现在已经北京有12家店了。哇！ 马上就要开到上海去了，哇，那这挺厉害的。要不你也干点别的吧，比如说做个直播什么的。是你呢？那谁让我不帮忙啊？我都已经虎踞火脚奔了10年了，就不能让我歇歇缓缓休息休息？哎，妹妹，明天我准备回趟老家，陪我妈把那眼睛手术给做了。明天就走啊？你要不要我送你去机场？啊，不用了，我买了火车票，41个小时。我就在想啊，趁这个机会，慢慢的，好好看看风景，体会体会过程。41个小时肯定特别无聊吧？哎，可可姐，我把我优酷会员借你吧。优酷 VIP 会员。 各种热门剧都能抢先看，正好你在火车上无聊，你就把你没时间看的剧都刷一遍呗。棒棒的，棒棒的哦。一会儿给我啊。好嘞。我也要。橘子皮好厚啊，妈。妈，你还难受吗？嗯。我看看。好像不肿，日本老师。嗯，不肿。阿姨。哎。今天没买到蛋糕，但是有绿豆糕。哎呀，绿豆糕也很难排到的。这一口啊，我都惦记好久了。您要爱吃啊，我常去给你买。 哪能老麻烦你啊！我女儿回来了，让她去。许大夫，啊，许医生你好，我是陈可。你好，嗯，你不在的时候，都是许大夫在照顾我。哦、许大夫，真是麻烦你了，把我妈照顾得这么细致，谢谢啊。你太客气了，你平时在北京忙，难得回来一趟，有任何需要的跟我说。嗯。 来了，欢迎，你进。哎，要换拖鞋吗？哦，不用换。啊，好。对对对，啊，请。啊，我还煮的东西呢，你随便坐啊。啊，帮我好好照顾阿姨啊。嗯，好。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许思博，但我的思和我爸爸的思不是一个字，我是思想思，博学的博。哦，思博。那你上几年级啦？阿姨，你看我像几年级的呢？嗯，我猜2年级。不，我都3年级啦。这么厉害，蹦呆。 医院里面的文奶奶，听说你要期末考试喽，让我给你带了好多的文具啊、好吃的啊什么的。但是据说你们有约定了啊，不能多吃。嗯，不多吃。许思博，写功课，别盯着那零食看啊。那个，你语文怎么样？啊？ 我小时候语文课代表。你能帮我辅导一下他的作文吗？你才刚给我看他的作业，我都满头汗。试试看。麻烦你。啊，你先去忙。来，让阿姨来看看你。3年级的小朋友学些什么呢？这些。你语文好还是数学好呀？嗯。 数学好，语文还差一点。所以，嗯，这个是啊，语文课本是吧？对啊，语文课本，我爱阅读。嗯，看看，人们叫我雨，人们叫我雨。好嘞，咱们把第2、3段自己读一下。嗯，我在空中越升越高，体温越来越低。嗯， 变成无数小水滴，小水滴聚在一起落下来。人们叫我雨，有时候我变成小硬球打下来，人们叫我冰雹。到了冬天，我变成小雪花飘下来。你这水煮牛肉是怎么做的呀？特别好吃。是吗？厉害。如果你以后不想开火的话。 就带阿姨到我们家来吃饭，反正我平常做多了也是剩，可惜。这样听起来，我妈来蹭过饭。阿姨之前脑梗，住院1个月，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吗？ 脑梗，1个月。你之前传讯息给他，其实都是我回的。他不让我们告诉你，他觉得老人在老家生病了，就拖累了在外闯荡的子女。其实你可以考虑带阿姨到北京一块生活，也或者多回来陪陪她。 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眼睛刚好，我把你喜欢看的一些书已经存到这个里头了，这个是可以把字放大，然后不太伤眼睛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老看啊。嗯、许大夫一家是不是很好？好，许大夫人特别好，然后思博也特别可爱。思博的妈妈早就去世了，嗯，都是许大夫一个人拉扯着。 多不容易啊！是，多好的男人！北京你也待够了，也没那么顺心。回来生活呢，找一个像许大夫那样的好男人，也能陪陪我。不可能吗？ 妈，我去趟厕所。哎，你别走，哎，我有正经事儿跟你商量。让我毕业，别再憋一会儿。行，你舅舅那个公司啊，嗯，哎，你可以去上班。你要是不想上，那咱们就盘一个店。 做个小生意什么的，妈，我跟你老实说吧，其实我还想再好好想想。你要挣多少钱才甘心啊？哎，不是，你现在的生活幸福吗？ 对了，听阿姨说今天是你生日，麻烦您过。生日都过了30多年了，也没过出什么花来，今年不过了。哎，可是有人很期待你的生日哦，而且还替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嗯，这个是徐思博画的你。 我做成丝巾了，思博画的，笑吗？有啊，嗯，可爱版，带下看一下。 好看吗？很适合你。 希望你喜欢，我很喜欢。谢谢你们，让我在这个生日又有礼物，又不孤单。哎，什么样的鸟会搭这样的一个场？哎。 我路过了这么多次，也没看鸟飞过来过。想要飞的鸟，可能都没有我。飞出去了，就不会飞回来了。也不一定啊，总是会有倦鸟归巢的。只要鸟窝在这儿，鸟就会回来的。我听到你打电话订机票了。哦，对，我都回来2个多月了，物业都催我交物业费了，我有好多事还要处理呢。 我是经常回来的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你是华西医科大学毕业的是吧？对啊。那，你当初为什么会留在这儿，没有回福建，也没去北上广发展？当然想过，可是那个时候一线城市不是那么好去。 然后后来有了思博，再接着思博他妈妈身体就开始不好，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嗯？你能理解那种永远都不知足、永远想要做得更好的那种心情吗？就是自己老在心里面跟自己较劲，然后又想说服自己别跟自己较劲了吧，但又做不到。对，做不到。然后你压抑心中的那种冲动，然后。 又特别难受，想到什么就去做吧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人生各自精彩，没有标准答案的。但是我一直都不觉得欲望是一个褒义词，至少对女人不是。 只要你能够把欲望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，那么它就是个褒义词，这跟性别无关的。最好的情况下，我们努力是因为热爱，但是也有些时候，我们努力是因为对过去的屈辱和不甘心吧。 我经常跟自己较劲，经常。我想成为一个最好的眼科医生，但是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有的时候手术还是会失败。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有的时候病人还是会说：“哎，去北京的医院看看吧。” 北京的医生比较好，即便他们到了北京，北京的医生的判断跟我的一样，他们也不会说许医生的医术还是过硬的，他不比北京的医生差。那你现在？ 还想去北京发展吗？3年，等我的工作到期，等思博小学毕业，我还是想去闯一闯。你会等我吗？ 我想吃水煮牛肉了。话，自由最无价。等你心变高山海洋。我给你准备了饺子，还有辣椒，晚上就有吃的了。听着妈。 妈，以后我们每2个月就回来看你一次啊！回来这么勤干什么呀？还嫌自己不够累啊？给我买票，我啊去看升旗。好了，走吧。再抱会儿。 慢点儿，阿姨。怎么了？我不想让你走。子博，阿姨会回来的。你会想我吗？会。如果你想我的话，可以给我发微信，可以跟我。 FaceTime， 或者是放假来看我，我也会回来看你的。好，爸。阿姨会想你的，抱抱。鸭子，大熊猫，小鸭子，我看看。逛什么玩具店？给谁家孩子买玩具啊？杨大赫呀。杨大赫是谁啊？哎，小公主哎。不是杨大赫家孩子。女版超人。看个男孩呢。哎，你上个星期不是陪人家孩子去参加那个什么国际学校面试去了吗？怎么样？ 杨大辉英文不好是吧？苗苗英文也不好，然后我就给人家冒名顶替当孩子家长去了。哎，我高考好歹也是因为130分的好不好？我想给小孩面试个这学校多简单一个事儿，是不是？结果，我简直想太多了，最后啊，灰溜溜的就走啦。那么难吗？反正啊，杨大辉是放弃了啊，不预备考虑北京了。毕竟他们把教育这事想得太简单喽，北京光有钱可不行。哎，罗小凯，哎，来，哎，你看这挺逗啊，这3层小屋，那个小孩在阳台上多可爱啊，有社区啊，家的感觉多温馨多好啊。你觉得这好看吗？我觉得挺好看的哈。16岁以上，大是大了点儿。 那没关系，提前买，提前拼嘛，是吧？你说呢？我觉得挺好，就它了。哎，服务员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要一套这个，然后麻烦你帮我包的精美一点，然后给我一张贺卡，我送礼用的。好的，女士，我马上帮您包一个新的。好嘞。您可以扫支付宝支付。哦，好。你好，哎，我支付成功了。好的啊。爸爸，陈可阿姨在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思博，希望能给阿姨搭建一个漂亮的家。来，咱们一块儿，这个放里面。不问你将去何方，送你一匹马，让它陪你乘风破浪，勇敢闯天涯。在这美丽的时光，自由最无价。等你行遍高山海洋，别忘记回家。或许那天夕阳西下，青春已长大。或许我们不必说话，静静看晚霞。 经历风雨冰霜，这里仍是家。